个区块很久没调查，看一下。可以合在一起，如果太重的话合在一起，它就变成一个目标了。换个位置吧。不过今天的那个水位有上涨，变得比较高一些，所以刚刚下游很急啊，变得比较不好钓。Thank you.
个。钓游就到此结束啦，我是蒙面五百啦。听说蒙面比较会红，是不是？应该也不是啦，没那回事啦。待会帮鲫鱼搬家，到时候再直播一下。OK， 拜拜。这一条是母的，硬的。红色的，有一些快要嗝屁的，就赶快先放下去了。这个哇，地上啊，你看这水很干净，适合它们生存。这一条也凑热闹一下吧。好，再来。哦，这一条有点没力气。哦，小哥，狐狸十足。哦，喷到了，喷到了。我都有受伤了。好吧，OK， 小飞机 ，OK， 今天就这样的，再来就观察看看有没有伤亡，如果没有什么伤亡的话呢，过阵子再来放一批，哦，这个还要观察看看会不会适应，这个还难讲。好啦 ,OK, 就先这样子啦。